你结婚了吗？我现在单身。你有个弟弟，是吗？你的家人怎么样？他和约翰订婚了，结婚了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我们结婚2年了。我父母1954年结婚的。我姐姐上星期做妈妈了。他们已经离婚了。他妻子去年去世了，现在他一个人住。我阿姨会来和我住一些日子。约翰现在有自己的家了。你和你父母住一起吗？不，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